Çak kırıp. Gel. Çatı. Cô ơi, Hà Quán. Cô ơi, Tổng Sim. Đại gia gạo xa. Đại gia hô. Chúc cảm ơn đa kê lại tham gia lần này gần xếp. À, qua siêu xe mê gà đi xu ngô gai xào. À, PowerPoint này đi à. À, qua xì张文燕，阮老母讲叫啊，呼米哦，呼米哦。安尼大家都知啊，我什么时阵的人，我叫阮老母叫卡匠，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哦，啊，这就是讲先简单啦，哈，我缘由啦，哈，过来，啊，也上电脑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哦，好好啊。那要了解我，有带笔电来，先拍落去 ，Google 也好，雅虎也好，你甲拍张文燕，但张文燕真邪啦，你加两字就好，张文燕教授，诶。看到我的相，甲我的资料，拢伫遐，所以大家若要了解我，我足简单。你若会啊上网，甲张文燕，佮加两字，啊教授，安尼会看到我的资料，安尼就足清楚。啊。今仔日是要甲大家探讨的是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咱哪会爱上这个课？咱上这个课的目的伫呾？要讲予大家知影，因为现在。流氓政府的官员，大家干那咧想讲看有好康的无啦？倒一个安怎去好好来干那咧想讲看安怎好康？这个会计甲审计人员，那要我讲，无尽责，无尽责。是安那无尽责，昨才投票投票了的，严清标是安那判刑，大家唔知知无？啊，知的人反映的是什么？什么情形判刑？啊，就是讲喝花酒，拿公款喝花酒啦。啊，是安怎？迄阵啊，要报销的时，审计人员甲会计人员都甲剔除就好啊。讲啊，你这条钱爱去开私人的钱，安尼延钱票这个代志就无啊嘛。
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会计人员甲审计人员，目睭揢一边，还是目睭盖起来？啊，都大家等伊啦，等伊啦，伫等伊啊，等伊啊，甲无个人过来才讲，提单子来看，讲哎、欸，啊，这条就是去酒家的啊，啊，哪会来咧报销？哦，安尼你喝花酒。啊！特次会、国教会，乃在审计人员、甲会计人员，拢无代志，甲我拢无代志，安尼敢对？绝对唔对。所以，咱上这个课目的，就要甲大家讲啥？你以后是咱民政府，还是即马讲台湾政府的官员？你要开这条钱，你就爱知啊，是毋是用伫人民？那是用伫人民的爱开的钱，你甲开。那是用在你私人的，还是用在啊不应该用的钱，你给开，安尼，那个开一个陷阱啊，你来落。这就是因为我在想啊。要帮助严清标啊，国民党骨干将提名，啊，这那是你无听话，我都予你判刑。啊，你若阁听话，我想办法甲你补充。所以，因囝我予选掉啊。啊，这是啥？咱讲台湾人啊，三好各加一好啦。安尼，大家有清楚咱要上这个课的目的地带无？你要开这条钱，这条钱是毋是用在咱？百姓人民的身上，你来用在百姓人民的身上，100%无代志，人阁会甲你拍扑啊！这叫做做功德啦。那你这条钱摕去用在你私人的，你阁摕来报销。啊！你以后咱台湾政府执政，会计单位、审计单位，你若无查出来，你爱负责任。第一严办会计单位、审计单位，因为你知影足清楚，你个。唔甲检举，你那个想讲流氓政府同款，想要甲这些大官啊，的空啊棒抓在手里，啊他你不听话，我就跟你起诉。啊听话啊，这个不要讲，没有事，没有事。我。即马要提几个案例，予大家见解。第一，未遵循会计制度的案例，遵循会计制度的案例，
这就是流氓政府啊，足歹看，含这款代志啊，下死下贱，伫美国发生，安尼就知讲咱流氓政府才会官员。633，大家知影这个案件的人举手好不好？好，都听。我简单讲啦吼，啊 PowerPoint 大家来看吼，这个案件。那咱633就是处长呢，处长等一下，较早那有建交，有一个讲国家甲国家大赛关系啊，这叫做总领事啦。总领事外大，大家那住伫外国的人就较会了解，那无住伫外国的，都无去总领事馆过面来了解。总领事的办公厅，你袂甲看？伊出国要去做领事，啊，总领事的事啊，一定总统召见，甲总统翕一个相，才出去，才派出去。伊的办公厅正常拢有挂伊甲总统翕相，还是伊桌仔顶揢一张。甲总统翕的相片伫遐，安尼有大无？遮大的官啊，伊是去予啊 FBI 因个调查局甲扣去呢，出来变数，调查局伫外口咧等。怎样甲扣去？连目镜都无爱，互当个办公厅个个，怎样甲扣去？啊，为着啥物？你看，伊啊，这个请一个费用薪水啊，契约写啊，1240块，啊，伊付人偌济？啊，400块，啊，个啥？个还有怎啊？个靠啥？靠护照呢？这违背人权公约啦！啊，个全个靠去啦！咱以前啊，外交部啊，这里、个、美国的报道吼、哦，外交部因为伊要请人，一定。文一定要送台啊，玻璃准啊，才发出来。哦，啊，这看偌严重的代志，贪污嘛，来看卖，这啥？啊，这啥？一个做遐大个官，佫唔好当个夹目镜、手铐，啊，甲怎关起来？安尼有下心下情啊无？那照啊，你讲一个。总领事馆，一个总领事，有的够厨师呢，带迄个怎啊？煮饭的有专门咱国家好个煮饭的呢，厨师呢，伊我有这个官邸呢，办公厅，伊住的所在个官邸呢，官邸厨师会使徛伫官邸呢。
啊，最主要啊，外交部对外管的内部控制啊，等于零啦。好、哦，啊，经由外交部会计的这个系统啊，签合系统啊，等于啊。啊，付给他的薪资啦，实际上啦，拢要付款回给这头，一定有一个顺序啦。哪会讲总领事钱甲领领嘞，得到得啊，啊才啊来甲付啊付400块。啊，乖，去法院安怎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讲，我们有外交豁免权，我才闹亏。先甲关呢，美国关两个话，我会先甲放出来。因迄阵啊，讲要认罪协商，啊，钱紧赔赔的啦，付付的，啊，要紧转来，较袂闹开啊。美国讲名声哩，了解一下，啊，关两个话月，啊，才转来。回来啊，有什么消息无？这个人有代志啊无？噶拢大家拢唔知啊！啊，这都是足悲哀的代志啊！啊，凡是伊伫遮退休、退啊、退休、诶退休金领领咧，还是办退休？啊，这都是啥？你无准。用啊，无遵守会计制度，啊，甲会计人员，伊讲，这钱爱予员工家己来领，安尼唔得着。啊，主管当地讲咩领的，啊，伊提分。啊，定数就是讲，啊，你员工啊，你咩领薪水，啊，你去找出纳的，啊，找会计领，安唔得着。特别大家爱注意，你无应该提现金，你提现金，照讲你就违法。会计人员一定爱把守这个关，你唔是本人，歹势，我无法度发给你。啊，当然，那私人公司啊，私人公司甲会计讲，诶、欸，啊，我要提20000块，暗时要请人去要用诶，啊，我先提20000块，啊，会计啊讲袂使哩，会计会使安尼做，讲可以，老板你签一个借条，哦，签一个借条借偌济。到尾来，你薪水才来甲扣。伊等下下发票摕来办也使，但是看这发票唔是用于公开，你会使甲拒绝，足闹亏个啊！国立大学的教授又有咧报假账了，讲假账啊，迄、那个讲啥报销啦、啊？有问题要起诉了，这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的报纸，大家唔知有看到无？有、哦，这都是啥？这拢是啥？这拢是无了解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问题嘛？啊，我看咱这里就讲到这吼，过来介绍。私人公司，私人公司内部控制无好，哪发生啊？你袂使讲伊是董事长的秘书，伊要提钱，要创啥？啊，出纳的人员你就好方便，所以我强调。咱以后执政的时，会计人员
一定要遵守啊法令的规定。你无遵守，后摆啊，咱执政的时一定判重刑。贪污、枪杀，大家唔知知影无？大家来受训，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咱是要为替咱未来的啊子孙，创造一个美丽的台湾。唔是讲恁要来做官，要来享受啦，是要来服务人民。所以，咱民政府啊，台湾政府定出来，贪污一定清杀。这上课无甲恁讲，到时你都气火。安尼大家拢同意啊嘛吼。第二，犯法变形啦，吼啊！这咱有讲，咱要朝向新加坡的方式。新加坡有没有变形？美国一个公民去新加坡犯罪，啊，我所知影，亚伯去迄车后边写后边话，啊，抓到变形，啊，迄阵啊，美国总统甲新加坡讲啊，卖变形啦，啊，新加坡有变形无？有照常，所以咱阿伯啊，咱也是咱的法令，你什么啊？总统来讲，那同款啦。所以要甲大家讲，咱本身一定要遵守。那咱的公务人员也无遵守，什么人？会遵守，即卖会遐乱，啊，就是啊，马英九伊家己知法犯法，迄、那个咱即、這个叫做我们健保会，诶，啊，都犯都判过啦，诶，台北市爱行，干那唔行啦，啊，你。徛头的人就会使安尼，下骹的人哪会使安尼啊？这有样看样嘛，拢咧个咧看面顶的咧安怎？哦，啊，即马来，中国来的学生啊，啊，一个月阁予你钱，啊，阁予你啊，一个叫做啊各方面的优待。实在足超过啦！咱去外国读册，迄是有特别奖学金的，唔才有去领因的。啊，那无学费拢爱比啊，做啥？本土人搁较贵，唔得着，唔是啦，颠倒病啦。所以无怪安怎。公务人员拢咧看，面顶是安怎咧敲锤啊？所以这点啊，大家爱足清楚的吼。啊，这个制度拢爱建立起来，吼。啊，这都是什么原因？啊，这都必须的。交际甲公关会，这个交际会，乃使买礼品，啊，礼品会使安怎？会使采购单位去买嘛？啊，才送来吧。哦，买对啊，做董事长要出去带出去嘛，啊，这拢爱制度化啦，啊，甲做控制啦，啊，无像安尼时都发生这个问题。好，咱买个啊，讲，
台塑管理应该是足好的呀，但是伊若犯来有一个毛病就是啥，阿阿母啊，有的阿阿母袂使住同公司啦，有的阿阿母袂使相关的单位啦，吼，拢会出代志啦。这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啊，吼，吼。啊，过来看这个，这个雇员，吼，偌济2600万呢，干那雇员尔呢？啊，所以讲政府的钱乌白无管制啦，内部无控制，伊这啥？教育部啦，会后啦，只追回37000。啊，看了偌济，这种人民的税会管钱嘞。啊，过来，伊即讲教育部啦，已建立相关制度。这教育部是不是啊？这个要做啥？2012年才设立的。早都爱有制度啊，拢也有制度。啊，这就是，予咱了解讲吼，这拢是啊出问题啦。我看这咱啊，这是啊咱时间的问题吼，咱无爱阁讲吼，咱来看这个吼，这那是足苦。主机长。全国咧管会计啦，诶人安怎？自入性的行销开违法的后门，这毋是我讲诶，报纸顶出来。安尼是，你家己本身拢清楚，啊，你搁违法，啊，恁虾米人要遵守？伊讲啊，当相关的管会计都会使乌白来啊，啊，下开做会计敢袂使乌白来？足弊啊嘞，所以钱唔知用个代都唔知哦。你看，好，主计处不把关，要定这个啊。后面条款，好、哦、啊，这在讲吼，无法相信主计处会做出这么荒谬的事。这是什么？啊，你若无来上课，你敢会知影这？可能这看啊，这无加关系。实际上，大家拢纳税金拢有关系。讲来讲啊，政治莫插啵，政治莫插啵。你若无插政治，政治来甲你插，安怎政治甲你插？你爱阁交偌济个税？你爱阁交偌济健保费？又阁伫甲你起价？安尼政治无插，你直直立啊，立甲你欢喜啊！才莫来插政治啊！政治咱大家拢爱插，咱爱金额头爱。更起来！真正足感谢大家吼，来斗三工。咱若唔做，阿爸的人那是阿做，咱先做，让阿爸这子孙。更加好过，好、哦、啊！这大家爱有这个做观念，好、哦、啊！加有这个认识，好，咱过来。我看这乱英啦，乱英好啦，咱时间上的问题，咱即卖要转来正题。先要让大家了解会计制度是什么，跟什么有关系？
你看，甲大家讲的咩吼？会计原则啦，啊，甲啥物相关的法律啦？所以讲，伊本身爱了解，伊爱把关，无把关放好去，所以严清飘伊心内那讲足懊恼的。我好花招，我甲我遐个钱，我阁交转去啊，啊，阁有阁甲判罪。当然啊，这就是啥？揢一个暗坎，互你立啦，啊立落。严金飘才乖乖听国民党的来指挥嘛，你唔听，甲你起诉；哦，你听好，甲你提名，互恁囝过来选，啊，你阁控制掉咧，安尼嘛，拢爱啥相关的法令的要求。好，制定一个内部会计循环的作业。好，这安尼清楚啦，哈。啊，做会计爱有会计法，好，爱了解会计法。啊，会计法啦，你讲会计制度啊，有遮。包括食的物件，安尼大家清楚吼，拢爱甲会计、甲法律、法令相关，违背法律法令的，你一定袂使做。一般的会计，甲政府的会计无同款对待。大部分是即马大致吼，拢会同款啊。较无同款的，就是会计科目的问题啦。啊，咱即马，但是伊的意义也无啥同款啦。咱即马来讲，政府会计制度啊，是要做啥？政府管理的工具啦。啊，要来做啥？这个。政务啦，哦，推行政务甲这个控制资源啦，设计一套依照法令规章吼，设计一套这个会计记录啊，来做一个报告啊，做一个处理。上重要的预算制度要达到控制啊，这个机关各。税入税出的目的啦，咱现在流氓政府预算拢啊，讲各单位家己编啦，编起来才送来主计单位啊，啊，才阁调整一下，才送国会啦。咱即马吼，咱啊接近啊，要比照日本。这个方法啊，唔是各单位家己编啦，应该将伊内底有一个啊预算小组来编啊，编了啊，再来回动啊内各单位啊，然后将迄个。众众议院啊，啊，迄、那个众议院啊，通过了后，则阁送参议院，参议院通过，啊，这就是正确的预算。咱下摆是行这个制度，啊，简单介绍吼，咱这爱小阿仔啊。什么叫做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这企业甲政府拢同款，拢是用事经营。好、哦，咱开这间公司，人有咧问我，我讲，我要做什么生意上好？
啊，我甲讲，你对对倒一项上内行，上有经验，你做这项就对啊。唔是讲咧问讲要做倒一个生意，要做倒一项上好。因为我伫外国的时，台湾的一挂朋友来讲，伊要做什么上好。我甲讲，你伫台湾是咧做什么？哦，你啊，台湾做什么？啊，你才有经验。哦，安尼你来做，一定成功。哦，啊，这就是你甲讲啥？这都这，咱认为上巴合的来做。一定成功嘛？啊，就是勇士，吼、哦，长期的，吼、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继续经营啊，这样会知影，大家看文字就知影吼、哦。啊，咱也要有扎随身带来，会使去咱啊工作人员同事嘛，可登去参考。好、哦，有揸迄个随身带来吼。恁阿伯那国际班要上课时啊，恁家己那准备随身带是上好。吼、哦，好安尼，好大家较方便啦。阿公，大家讲，那不爱印工嘅吼，好恁。阿足歹势吼，我工嘅那印出来吼，拢几百呀。啊、所以，怎啊讲，请大家带随身带来，我较袂浪费啦。有诶分开一沓，等后咧看就丢掉啊。好、哦，你若讲真正需要随身带扩张诶，你家己取得诶，你有这个需要，你就会去看。啊，无那分的啊，有诶，我都无兴趣。啊，我毋是读这门诶，啊，叫我看较济，啊，所以啊，希望我大家会爱谅解啦吼。来讲啊，这个讲师啊，那无爱用我讲起好运吼，就歹势啦吼。四月七日，四月七日，咱王政府讲这什么日啦？迄就是咧，甲咱洗脑啦。因为这个四月七，1945年四月七日，日本天皇实施啊。那么日本宪法与台湾，台湾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啦。这个日子爱大家爱会记。咱若要跟人辩啊，台湾啊是1945年四月七日，都、就是啊跟日本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哦，甲大日本帝国袂使分割，你用什么战争来打？无可能啦！即马中国伊讲安怎呢？伊讲我们现在要退到甲午战争。伊若有加减，必须听讲啊嘛吼，因我咧研究国际法。战争法，这个理论，这个论述，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拢足清楚，研究起来，拢甲秘书长同款，干那唯独台湾这一章不谈。啊，即马这是啥物原因呢？因即马用另外一个逻辑的方式讲，阮即马。后来钓鱼台甲拍落来，伊想讲钓鱼台要甲拍落来，啊，即马钓鱼台因嘞，啊，台湾也变因嘞，啊，因为钓鱼台就是，实际上吼，
无可能啦。台湾跟大日本帝国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以前朱镕基的时就大声，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起码在领导人快加呢呛声讲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唔敢，人世界甲笑。连这个国际法、政治法都唔知影你要做什么中国的领导人，所以习近平退过美国去日本敬天皇，讲要甲买啦，买台湾啦，唔爱用战争的，用买较紧啦。战争伊若提袂起啦，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国际法都定出来，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用战争取得。哦，好，安尼，这以后吼有机会吃。啊，咱即摆过来看重要性，甲这个这就是讲有个人甲资产。看到费用，因为伊营业额足大嘞嘛，几千块啊，几万块啊，伊入门费用开销，伊生意一个月做几亿嘞，所以伊会使用费用开销去。啊，这就是重要性甲这个问题吼，咱时间上的问题吼，咱尽量讲较紧吼，上无呐，这个会计这个原则给大家知道，成本效益原则，咱阿伯啊吼，拢会根据这个啦吼。迄个编预算机关吼，如果小于一折吼，不得执行啦吼。这个啊，过来现金收付，现在医生馆拢是用现金收付较济啦，尽数。拢是，那大医院起码拢是还是采用这个全责发生制度。下面叫做环节发生基础，因为咱这我知影，咱这个大二的同学应该初级会计已经我有读到，好、哦、我会清楚接到。这就是什么叫做权责发生基础？讲较简单嘞，居民的收入爱算居民的啦，居民的收入啊爱算居民的啦。啊，那居民的收入啊，那是每年的多的收入啊。啊，当然居民是算收入，但是。这个爱摕到每年的咱是做负债预缩啦，预缩就是事先每年的收入，咱今年甲收，咱今年袂使做收益，咱今年爱做负债，迄是每年，咱爱算每年，这叫做环节发生。环节发生基础啦，搁讲较简单嘞，今年的收入算今年的，明年的收入都爱算明年的，吼、哦，迄年拢爱分得清楚啦，吼、哦，这就是，这个叫做环。现在即摆已经咧实施啊啦，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哦，这哦，迄阵啊，大家足热门嘞。现在在教会计在教中级会计还有会计里面还有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还有审计一般如果要考会计师这都要读
希望读财会的同学，目标你去考会计师，即马无用，下摆我有用，也是一个身份啦。我要甲大家讲，我伫学校的时，我的好同学甲招我讲，咱来读审计学好啊，吼，讲好啊，佮走去别个学校去修审计学。我毕业的时是工商管理系，啊，佮去走去修审计学，所以啊，甲大家讲，少年的咱嘛，少年的朋友足济嘞，咱爱定一个目标，证照多拿几张，吼、哦，职业证照多拿几张。你要用就有，吼、哦！你要用就有。啊，我若有几啊张证照，啊，所以讲我要用，我真方便。后来啊，这会计政策吼、哦，要甲大家讲，就是讲，我常常咧报赖清德啦，我哪会咧报赖清德？伊，我伫看报纸讲啊。讲这饮水的啊，永康遐咧饮水，台南市遐咧饮水，这无解决哪会使哩？讲要靠中央补助啊，才有钱才来做。伊安怎讲？借钱啦、啊，先做。实在本土台湾人咧执政的所在啊，无同款。我为仁德上高速公路看起来，真正伊开两个窟窿底下咧滴水安尼，安尼遐个永康遮个人民一定会感对足甘心的。所以我爱甲大家讲，执政的时候，你所开的钱爱去收，对人民有啥物帮助无？所以这个大家爱记咧吼。啊，内部控制的意义啊，啊，就是主要啊，咱爱这财务吼、哦，啊，有这个啊的可靠的报道，啊，加有效率的啊管理，啊，加遵循这些法令啊，吼、哦，啊，过来我看这咱啊，无爱这就是类似条文方式的，咱就无必阁讲落去啊，吼、哦，啊，咱要。要讲这个啦，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主要在做什么？报道啊，舞弊，财务报道舞弊，这足严重的。世界的美国安龙事件，就是啊，美国的啊四大公司之一啊。因为内部做假账，一夕之间垮掉。那读财经的人，说不定有的教授会去讲啊，安龙事件的代志。啊，这就是讲，拢是内部控制无好，才会发生这个。过来就是。挪用佮侵占资产呐、啊，这个资产包括啥现金嘛？啊，尤其是现金，吼、哦，这啊，咱会了解这个情形。啊，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报告佮遮啊，感谢大家。加勒，又滚十分钟。